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co， 好久没有做试车影片啦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Yamaha YZF R7。那从刚发表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很期待这台车，因为我本身是 Y 迷 ，Yamaha 又好久没有发表新车了，所以我真的很期待这次的 R7。那测试这两三天也跑了将近200公里啊，我只能说 Yamaha 厉害啊，我很满意这次的 R7。那 R7 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我如此着迷？在同级距中，比起 S660、CBR650 啊、宁甲650，它又有什么优势呢？就让我来为大家讲解吧。好，老样子，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说起啊。车头的部分是使用浓厚的 YZF 家族造型，你一看上去就知道哦，这是 Yamaha 的仿赛车款。但不同于以往的 YZF 风格，这一次 R7 融入了一点 NT 家族的特色哦，在中间进气口塞了一颗，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先撇开审美的部分，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好。怎么说呢？我看了一下 R7 的进气口，它应该是比较偏向于 R3、R15 那样，外观大于实用的设计。那既然这样，进气口没什么用，为何不塞一颗大灯，对吧？不仅节省了大灯空间，还创造了一种新风格。我只能说 Yamaha 是真的厉害。总之，这外观刚看到我觉得不行，现在看到实车之后，我真的是超爱的。头灯的部分是采用投射式的 LED 鱼眼大灯，那近灯和远灯都是在同一颗口球，不是，我是说同一颗头灯里面啊。在外围的两侧还有两条神似 R6 眼神的灯条，真的非常好看。整个搭配下来很有特色，我真的非常喜欢。照明亮度呢，投射式的鱼眼毋庸置疑，非常的不错。夜间行驶在道路上也完全 OK， 一般日常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再来，车体侧面的造型也是满满的 YZF 气息，再搭配着 NT 家族的特色。非常流线的整流罩很一体，但中间又能看出外露的钢管车架、排气管以及这颗 CP2 引擎，完美的把两大车系的特点融合在一起。你不会觉得它有任何一点的廉价感，而是能感受出它散发出那高贵的气息啊！我认真讲，实车真的很漂亮啊！往上看，油箱的部分也加入了大家最喜欢的进气口造型，再搭配 Yamaha 的 logo， 质感非常好。油箱线条虽然不像 R6 那样宽大饱满，毕竟是双缸引擎，没有四缸引擎车体来的那么宽，但我个人觉得也是处理的不错，看起来也算饱满啊。就外观整体设计来说，我觉得已经算是处理非常好了。再来，车尾的部分是向后延伸并上翘的造型，这个车尾造型不用我多说了吧 ，YZF 的经典赛车尾巴，战斗感真的是爆棚啊！左右有做镂空的设计，真的只差一个单座盖啦，不知道 R3 什么时候才能跟上呢。总之 R7 的整体外观我觉得没什么好挑剔的，它完全有传承到 YZF 的战斗气息，一点街跑车的感觉都没有，这点真的做得非常好，建议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实体哦，就能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了。尾灯的部分是使用 LED 灯具，样式我帮大家看过，跟 R6 一模一样，应该是同一颗灯具， Yamaha 真的是很会省钱的。但不得不说，这颗灯具真的是有够帅啊， LED 的亮度也非常好，辨识度超高。方向灯的部分和 NT07 相同的 LED 灯具，造型短小利落，亮度非常好，也有双黄灯的设计，一般日常使用完全没问题。灯具的部分呢，我个人非常满意。仪表方面是使用 LCD 的液晶仪表，样式我觉得还不错，有档位、转速、时速、油量、时间以及里程，基本上该有的它都有啊。虽然它是类似这种高反差的设计，但在大太阳底下还是会有一点点看不清楚，不过日常使用上应该还 OK。 仪表部分我个人觉得还算满意。坐高方面，这台车的坐高是 835mm， 听起来很高对不对？但其实还好啦，我身高175，坐上去可以平踏。虽然它的坐高很高，但由于它是双缸车，车体不宽，加上它有特殊设计过，它的车宽可是比 R3 还窄啊，所以算是蛮平易近人的。
而且也不重，188公斤而已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使用起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椅垫的部分，个人乘坐感还不错，蛮舒适的，但由于它的把手非常低，骑姿是很战斗的，整天骑下来屁股是没问题啦，但腰酸背痛就是了。后座的部分看外观就知道，不必我多说了吧，这台车真的不要想要载人啊，相信我，我已经试过了，才从台北到新北而已哦，除了后悔还是后悔啊，这台车的后脚踏真的是可以直接锯掉啊。如果你有载人需求的话，拜托考虑一下隔壁的 CBR650R 吧，真的是优秀太多了。排气管的部分造型是很利落的短管样式，但是细节部分稍微粗糙了一点，不过至少它是底盘啊，不用装防烫盖那个奇怪的东西哦，这一点还是值得开心一下的。声浪的部分有别于一般的双缸引擎，这颗引擎会有 CP2 独特的双缸声浪，就有点像 V 缸那样，但原厂管真的是听不出来啦，所以我也帮他准备了改装版的影片啊，这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好，这里帮自己工商一下，我的个人贴纸现在正在虾皮贩售中，那这是我的 2.0 贴纸，我修正了 1.0 一些小缺点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那现在买就会送雷射贴纸，之后也会推出更多款式啊，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跟片尾，有兴趣欢迎去看看啊。大家知道拍片非常辛苦啊，我还要自己去租车啊，当然我也没有强迫推销啊，真的有喜欢再买就好了，就当做一个小小的支持吧，那我们就回正片咯。讲了那么多，这台车骑起来是什么感觉呢？采用与 NT07 相同的水冷式行程并列双缸引擎，排气量 689cc， 最大马力 73.4 匹，8750转，最大扭力 6.8 公斤米 6500转。引擎规格虽然和 NT07 相同，但骑起来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。雅马哈透过新的调教方式，不论是引擎骑乘上的细腻度、滑顺度，在 R7 上都有明显的提升，搭配滑动式离合器的辅助，在进退档上的作动又更顺畅。以前在 NT07 上那大喇的粗犷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细腻的引擎运转品质，低速的时候就能给予骑士很好的回馈，刚转动油门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满满的扭力感，一直拉到万转都持续会有推力，但不会到很狂暴，而是很线性的上升，对于新手骑士来说非常友善，也更容易能驾驭车辆。除了引擎运转品质有提升之外，骑乘姿势上也有明显的区别。 NT07 的骑乘姿势是非常直挺的，但 R7 恰好完全相反，三角台和把手非常低，很战斗的骑姿，一跨上去不会有在骑街跑车的感觉，而是会有那种纯种仿赛的硬派骑乘感受，这点也非常有趣哦。因为以往在骑这种 600cc 的纯种仿赛，通常低转都会比较弱一点，毕竟是四缸车嘛。 R7 虽然有着相似的骑姿，但动力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一股油门就非常有力，这就是我惊艳的地方。相比高性能的四缸车款，这颗双缸引擎虽然稍嫌平庸，但搭配超战斗的骑姿，不禁让我感叹，原来这颗 CP2 引擎配上这种纯种仿赛的骑乘三角，毫不逊色啊！随传随到的动力让我不用刻意去 hold 转速，不论是直线的加速或是出弯的补油，它都能马上回馈给你。虽然不像 R6 那样高转跟疯狗一样狂暴，但 R7 毕竟也有快 700cc 的排气量，该有的动力跟扭力，我觉得面对台湾大多数的山路来讲，已经是非常足够了，真的可以骑得很过瘾了。我觉得不论你是喜欢低扭或是高转的人，都可以来试试看 YZF R7， 它绝对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骑乘感受。
油箱容量13公升，油耗整天测试下来也有在20左右。汽油原厂则是建议加92。在同级距中，这颗 CP2 引擎的油耗真是毋庸置疑啊，绝对是排在省油前三名的。前悬吊是使用 41mm 的倒立式前叉，有预载和压缩回弹可调。后悬吊则是多连杆单枪后避震，有预载可调的功能。这组悬吊带给我感觉非常不错啊，比起 NT07 的软烂震差，这组的支撑性真的好很多。后悬吊的回馈感也不错，在山路上跑起来不会像 NT07 那样有不稳的扭动感啊，要热血一下完全没问题。不过原厂脚踏的位置算是偏舒适啊，再调整一下，想必骑起来会更加过瘾。卡钳部分，前轮是使用双向对视辐射卡钳，配上 298mm 的浮动碟；后轮则是单向单活塞卡钳，配上 245mm 的碟盘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靠北这颗双子星哦，但 R7 上是搭配 Brembo 的直推总泵，意外的推上这颗卡钳蛮有力的啊，刹车手感不错，我觉得非常够用了。前后轮也都有配备 ABS 的防锁死刹车系统。当然，如果你今天要骑快的话，制动的部分建议你可以从来令片或油管开始升级一下。总结来说 ，R7 真的是一台很特别的车。你要说它是 NT07 装壳，那就真的只是轻描淡写而已。以往在双生车种上都是共用料件居多，像汉达的650车系，大家会想 CBR650R 和 CB650R 只差在有壳没壳而已。骑乘感受不会到差很多，那你骑完 R7 跟 NT07 之后，或许你会感受到相同的引擎特性，但骑乘感受绝对是截然不同的。雅马哈并没有像其他品牌那样把 R7 的旗帜设定成街跑车或者是旅跑车，而是纯种仿赛的旗帜，再加上更为运动化的悬吊以及制动，把它跟街车版的 NT07 完全区隔开来。这也造就了它独特的骑乘感受。公司货的售价约为39.9万，雅马哈真的是聪明啊！那不免主要来同级距对比一下啦 ，YZF R7、CBR650R、Ninja 650以及 RS660。那我想先撇除 Ninja 650和 RS660。因为Ninja 650是比较偏向跑旅的车款，和我们这些街跑车取向不太一样，没有那么的运动化。那至于 RS660，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？它看起来应该是里面最强的一台啦，性能至上的100匹马力，豪华的电控大满配哦，的确看起来确实如此，但它的不确定因素实在是有点严重哦。我就举例来说好了，车呢？最后剩我们的 CBR650R 跟 R7 啦。那先说，如果你是有四缸嘴脸的话，那就选650就对啦。啊，如果没有正在抉择的话，我来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。CBR650R 四缸较好，但声浪好听饱满，多了循迹系统，安全性更优，引擎的运转也更细腻，但也比较热，适合平稳顺顺的骑乘，偶尔拉到万转热血一下也行，双载也是妥妥的，适合较为 RV 和有双载需求的骑士。 YZF R7 双缸较为省油，双缸的声浪虽然比起四缸略为逊色，但 CP2 的特殊声浪也不错，操控较为灵活，骑士上脚非常战斗，适合上山或下赛道，纯粹享受竞技的乐趣，平日也能通勤啦，只是腰可能会受不了，双载根本不可能，能载的话也只能载一次，适合一个人骑以及比较热血的骑士，这里给大家参考一下咯。好啦，这次介绍就到这边啦，不知道大家听完有没有觉得 R7 真香呢？还是我依然要四缸啊、哦？我就是要 CBR，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来讨论一下。那喜欢影片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如果你喜欢看美照也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我 IG 会第一时间更新我试车的照片和心得，还有更多漂亮的照片、啊、喜欢记得追踪啦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